你梦想中的生活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跟我说，我们要有钱，也要有健康，更加要有一样事情，我们会做得很热忱的。因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这个梦。我很庆幸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案，当然这个方案不可能适合每个人，可能适合你也说不定呢。不过这个方案我们做的生意是遍布全球的，不限于新加坡，全球的业务，还有我们是24小时的。另外一点的话，这个业务是没有限制的，你要做多少就可以做多少。重点我要说的是，我们这里是不需要有什么的要求，你只需要买我们公司的一台仪器就够了。就像你去买手机这样，你要花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买了手机之后，请问你可以通过买这台手机来赚钱吗？啊，当然不可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买了我们这个 P90 细胞跑步机，你可以通过这台仪器帮你赚钱。重点的话，我们的公司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会员费的，什么钱都不用给你，只是买一台仪器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，这样就足够了。第二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你要什么时候做都可以，也没有业绩要求，说你要达成某个业绩才能赚到钱，完全没有。也没有有一些公司说的，你万一没有这个业绩，他就把你的业绩化为零啊，英文叫做 flush out， 没有 flush out 的，也不需要囤货。客户要买的话，你直接跟公司拿，因为公司每天都有开，除了星期天。第五的重点就是，我们这个也是没有所谓的那种维持，你做什么事都有维持费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要给水电费啊、电话费、租金，这个业务是没有维持费的，相等于就是你买一台仪器，其实你就躺着赚了。还有另外一点的话，这个产品是自己会说话的，所以因此你不用怎么去销售。加上我的朋友我跟他介绍，我开了一间店在四马路观音庙对面，然后我说你可以下来，我们可以喝咖啡聊天，然后他说我要等到下个月才有空下来，我说无所谓，你有空你跟我讲。但突然间他说我没有空下来，请问我可以直接买吗？不下来。我说啊，当然可以啦。啊，你看，其实因为我完全没有推销讲什么，他只问我说你有没有一些公司的资料发给我，我只发给他5个资料而已，就是关于公司的产品、公司的介绍，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些的内容而已。就是我发的就好像今天我讲课这样，这么简单，那个人就自动买。公司给的是8大奖金，这8大奖金可以让我们每天都有赚钱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生意有兴趣的话，请私下联系我，我们到时候见哦。